定下名位高低，这六宫的纷争才算是开始了。当年你是怎么趁皇上酒醉勾引，可如今到本宫这儿来，如果再敢有外心，本宫便不饶你。作证祈祷，不必什么都做，有底下的奴才替你效劳，何必脏了你的手呢？别以为皇上封你为答应，你就能飞上枝头了。嫔妾能有什么手段勾引皇上？不过是年轻几岁罢了，这岁月不饶人呢。上去给本宫上他的罪。如懿传，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。